这场比赛我不光是代表自己，更重要的代表球队，代表中国。I am made in China。其实自己并没有想这个记录，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比赛，特别像这样的一个大赛，自己都希望全力以赴。包括这一次，我也当作有可能是自己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参加这样一个单项，所以我很珍惜。包括在场上，能有主动进攻的机会，我就尽量多主动，不想给自己留个遗憾。其实我感觉这次世锦赛并不是我压力最大一次，我感觉上一届比这届压力更大。这次比赛从我的这种世界排名来说是历史最低，有可能是我第一次世锦赛还是世界排名第八，所以这次比赛我也给自己起个外号叫五五中国队五号，所以我真没想到最后能拿到这样。